对，然后今天王超更是 Be Taiwan 来做超爸爸。对，然后哎，怎么这样？你看，对不起。好，其实我忘记我做了动画，然后它现在是 PDF。 好，那什么是 Be Taiwan？ 它就是一个虚拟法规调试平台，就是时代在前进，法律也要前进嘛。那如果时代前进了，法律没有前进，就会像这样啊哈哈来追我啊，然后就是法律追不上时代。对，那虚拟法规调试平台的虚拟，就是我们基本上只处理就是一些关于科技啊或者虚拟世界网络的事情。对，那以前的法规调试研究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通常就是政府啊，他想要研究一个，就是例如说法规他觉得有点落后，他可能想要研究一些新的，然后他就会找一些他御用的学者或者是法人啊，都是同一批人。然后还有就是企业说好话朋友，就是会说他好话的企业，那会跟然后他们会结束之后会断章取义的会议记录，让他们方便就是把结果导向他们想要的方向。对，那 Be Taiwan 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专栏，那它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阶段让公民的意见能够参与，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邀请各种厉害关系人进来。对，然后在这个过程我们也都用逐字稿或是直播线上意见征询记录，那理想上来。对，然后那它的目的其实是它的核心其实是为了那个政策形成的那个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都是透明化的。对，那逐字稿直播公开留言这样子，那就变透明了。对，好，都是 PDF 的错。那就基本上收集意见的过程就会像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网上面收集意见啊，然后就再修炼，然后经过这个等等等等等的重复 loop 之后，然后就会形成一个草案。那理论上我们是希望草案能够回应这个就是我们收集过来的公民的意见的，然后最后形成一个法案。对，然后这个就是工商服务时间，我们在每周三的下午的6点到9点，然后在社会创新实业中心，也就是空总这边有一个 Be Taiwan 的小松，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我们就是热烈真人中，就是行销组，因为希望能够让议题有更多的人来讨论啦，然后更全面性的可以去邀请其他厉害关系人。对，然后还有编辑组，就是现在的东西非常的现在的东西都很难懂，就是法律的文字比较硬，所以希望有些人能够帮忙。对，然后再来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下这几个礼拜应该会有一个新的议题，就是这个。对，然后就是这应该是居里面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就是让它有更多人能够参与，然后避免这些问题发生。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做 Chaba？ 对，那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做一个 Chaba， 然后就是为了能够把我们现在目前关于台湾一些问题啊，或是让新手就是说 Chaba 到底在干不是。Be Taiwan 到底在干嘛，或者是说我怎么提案，就是这些有的没的问题全部都整理出来。对，然后在其实 Chaba 只是一个借口，然后只是要想整理问题跟就是问题的 content 这样子。嗯，然后希望今天可以做出来，然后征求就是这些人和他们的朋友。嗯，应该没了。好，谢谢大家。